吴大公其实是才华横溢的一个人，音乐天分非常之高。他对所有中国乐器的性能呢，其实他是很熟悉很熟悉的。其实他是以作曲和配器见称的。不如我们过来听一听我们故人的一把声音吧。就是在东京呢伴奏这个时钟谋特尔做时钟表演的乐曲。咁呢只樂曲咧，就似乎咧，我認為咧喺日本演出嘅時候咧，非常受讚賞。佢哋咧有個好多作曲家，簡稱叫做 Chinese Jazz。Chinese Jazz。大江的香港在东京开场曲，由他指挥香港中乐团在1984年的一段演出录音。大家正话听到乐曲介绍的部分咧，开头啊就是吴大江的把声啦。当时是1984年的一场音乐会一个再请节目的一个现场录音嚟噶，好罕有的。咁吴大江呢首香港在东京嘅开场曲呢，其实就係1983年呢佢帮香港贸易发展局呢喺日本东京举行嘅一场时装表演做伴奏时嘅创作嚟㗎。咁佢用好轻松好活泼嘅爵士乐手法写成呢首现代中乐作品。可以见得呢就吴大江对一个中乐团佢嘅驾驭能力。佢写嘅系 Chinese Jazz。